这个，不是。哦哦，B 站可以点吗 ？B 站点，哎，这是 B 站是自己点，对，可以开始直播，确认，确认，好了吗？是吗？啊，哎，等一下，我们要打开微博吧？要，是，咋个？大家好，哎，感觉没有人好少，哎，本当你。这个是比较，我离得比较远，那我也远一点，对吧？可以，是吧？不行，我的手机没电了，要充，你充电行吗？好，大家好，哎，大家好 ，YouTube 现在有18个人，谢谢，然后 B 站的晚上好，还有这个是微博，嗨，大家好，对，聊什么？那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来看我们直播的人，谢谢。我是和追梦工作的日本人柚子，然后今天是我们一个新的搭档，对，新的搭档。嗨，你自己来介绍一下。OK， 大家好，我是新人主播马里奥杰斯。马里奥杰斯，对，这是我第一次直播。说实话，我现在心情很忐忑，因为我也不知道待会我要干什么，就对，所以大家就凑合着看看就好啊，对。我是那个和之梦的摄影师阿刘德斯，他是摄影师，对，因为什么他呢？是因为他很有喜剧效果。不是啊，我没有喜剧效果，不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帅才找我的吧？你看到了吗？现在有马柳喜剧效果，就是在这个点啊。对，不是看脸的，原来啊，对，那我有点伤心了，我还以为我是看脸的，我还以为我颜值得到了认可。这样的话是要叫什么？朱天亮还有长相过来才对了，对，啊、是吧？对，好了，今天 YouTube 也有人进来了，晚上好。对，因为上周第一次做了 YouTube 的直播，然后呢，意外的效果意外的好。对，已经播放量差不多20000了，哦，比这周的5周好，哦，对，所以我觉得直播也不错了，是也很有人气吗？哎，没有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第一次嘛 ，YouTube 做直播是第一次，哦，对，那我今天要是人气下来了，不是很应该不会，会吗？我不知道，哎，有人说这是新同事吗？你对新同事不是新同事，我是新主。但是旧同事，对，我已经来和之梦有半年多了，对，我们公司算半年也算是一个老同事了，对，那还有什么呢？今天稍微采访一下 Mario 吧， Mario 有什么大家想知道我是爱好之类的爱好，啊，之前可能看有圈的人，啊，对有圈有了解吗？我不知道，之前的话可能亮叔和萍姐不在的时候，我和我和尤真，尤真其实还在的，不好意思，就是唱歌说尤真要走，所以小豆豆在那个拜拜了，但是现在尤真还在，但是尤真现在帮忙，对，然后呢，因为就是我做直播的原因，就是因为亮叔不在嘛，对，然后以后对我们俩走，然后呢，要是我也拍摄的时候怎么办？那个时候在场帮忙，对，因为我是一个摄像师、摄影师嘛，所以工作多，有时候周末也有出差。对，但因为目前我们公司有3个摄像师嘛，对，3个摄像师，对，所以应该可以的，我不知道是可以什么。好，晚上好，很多人晚上好。啊，好。嗯，那我看一下 微博。对，现在的那个什么来的？现在的哎呀，播上来了。直播是现在 YouTube 和 B 站和微博3个平台来做直播。那我应该镜头比较好的。你想撩妹应该看微博，然后可能要，我不知道哎。你们是应该经验很丰富的样子。はじめて、こんばんは。你看 ，YouTube 的都日本人的人も来てくれる。哦，听得懂，但是我初学者要紧吗？可以啊。大丈夫です。对，他也在学，就是日本语。有人打赏600人民币。哦，びっくり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吓死我了。把他的 ID 念出来。这是来不及了，什么？小眼睛梦想家，
谢谢10000日元，赚钱了啊！谢谢，真的。是不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哦。我吓死我了！谢谢。哎呀，吓死我了。啊，说明你人，你是不是很高啊？但打林是不是打多了？我有点担心，有点。人家是觉得你漂亮才给你。啊，谢谢。嗯，这样子的话，嗯，谢谢，挺好的，啊、谢谢。那有没有人给我也打一个呀？挺蛮溜的。啊，有人说10000人民币的话更好。对，啊、看来没有人愿意给我打。啊，你可以慢慢培养，不是培养，慢慢有你的粉丝。哦，这样子是吧？好不容易我也，对，差不多，因为没办法嘛，逼迫取经8年。哦。对。哦，有人打给我多少钱？你打这个没有用，我们实诚一点好不好？吓死我了！谢谢。我再打开一下微博，有点刚刚那个出声了。B 站的人，很多人进来，有人讲话。啊，有人问你的个子？身高吗？嗯。嗯，要用日语回答吗？嗯，加油。187です。187です。对，先聊一聊吧，就是 Mario 现在在学日语，然后我们现在公司也开一些日语班，然后他也这个学生之一。对，是吧？对，我是优等生的です。这个表达应该已经有点那个打です。好，我看一下直播，我看到了微博了。OK. 啊，微博也很多人，不好意思，我刚才看到一些那个，哎，有人问你是女的？嗯，我肯定是男的，你即便我长相上看不出像男的，你声音也该听出来我是男的吧？他是男的，对。对啊。啊，我现在学日语吗？现在学不学日语 ？B 站视角和这里不一样，可能 YouTube 稍微近一点，然后 B 站稍微远一点，微博也远一点。好啊，有人说生日快乐，谢谢。对，今天你生日了吗？明天。但怎么说呢？这个年龄吧，不想过生日了，有点怕。可你还年轻啊。也算年轻。哦，这是什么呀？我们这边好像有一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对。是不是要祝你生日快乐？对，好像是。来，替你打开吧。那我打开。哦，对哦。好的，那今天直播，男的女人，那个是男的，这个是男的。我是男的，男的，谢谢。Mario 的。Mario。你有见过叫 Mario 的女生吗？应该没有吧。哎，谢谢。还有礼物哦，哎，我没有准备礼物怎么办？没事，没事啊。不要紧吗？不要紧。Okay. 这个一个我们的编导，送给我的礼物。快看一下是什么。我喜欢这个包，先喜欢这个包，谢谢。我生日也会有礼物吗？啊，哦。啊，可爱伊，这个是什么便利贴吗？哦。你看，这个是超仔，我们的新媒体部的部长。哎，有人问你 ，Mario 啊，なんで Mario ってあだ名なの？什么意思 ？Mario 为什么叫 Mario 呢？哦。我们这个原因我跟你说是个很有意思的名字，那它有很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姓马，对，是吧？你先搞得我很在意。OK， 那你先说一下 Mario 的，对，姓马。OK， 对，因为我姓马。姓马。语气都要出来。不要了。OK， 啊，谢谢。对，他是姓马。对，主要我姓马。然后，哪里人？对，然后我是上海人。对。然后 Mario 这个上海话呢，跟我的本名的上海话读音很接近。嗯，所以我取 Leo 这个名字。嗯。但是一开始我想的是用 Leo 这个名字。Leo。因为我姓马嘛，叫 Leo Ma 的话、哦、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Jack Ma 那边。但是我有个朋友他已经用掉了这个名字，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用 Mario 了。所以就只能变成了 Mario。上海话念一下、嗯、啊，上海话 Mario 念法叫 Mulio。哦，对，然后我
我本名的话叫母为友，所以读音上就很接近。哦，哇，哎，还有一个人送150粒蛋糕，谢谢。鈴鹿青葉さん，谢谢。而且刚刚 YouTube 有一个我的闺蜜，在日本的闺蜜，对。谢谢啊，那我回到我的生日的话题，看看是吧？接到给你写。这个是我超载，这是一个编辑的姐姐送我的礼物。这个是易烊千玺吗？对，完了，可爱可爱，对，他会画画的。哎呀，哦，这是易烊千玺吗？易烊千玺啊。哎，为什么他是易烊千玺嘞？就是因为有送你一朵小红花嘛。哦，是。对，还有这个，那你过来，可爱。可以，恭喜一个笔记本吗？嗯，恭喜发财的那个发吗？哦哦哦！我喜欢，哎，哦，你看，我有点羡慕哎。中国风，你什么？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啊？我的生日是下个月，别早听一下我的生日是下个月。是吗？那我也记得。すごい。哦。哎，楽しい，谢谢。对，因为我们公司的人知道我喜欢这种那个什么中国风的东西。对。哇，嬉しい，感谢，先休息一下。哇，这个包很好，你看，晕，就跟你那件衣服很，对，太晕的那个衣服。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呀，很多就是读不过来，知道吗？现在有很多人，哎，等一下，微博有人问我多大呀？我明天27了，我回答了一句。你27了吗？对呀，我刚才说了，没说吗？哦。哦，什么？你以为我多？多少几岁了？我以为你就24岁耶，挺好的，可以。你的生日我保留20岁吧，24岁。对，没有。我明天27了，我也想23岁，27呢。对，还有什么人的？你27，我都快30岁了耶。对呀，30。对，我已经是个中年了，我感觉压力好大。30，我也有点怕30。是吗？哎，你下个月30吗？还是下个月30？对，我下个月就30。啊。那29，对，哦，要步入人心的下一个阶段。啊，这个有点，对，我懂，有点怕。哎呀，刚上了直播，好72。对，我们公司的原来觉得什么都是90后，我们是非常年轻的公司。就这么说，这个是我一进来公司的时候，就差不多四年前的时候，是刚毕业的人比较多嘛，然后人也不多，然后说，啊，我们公司特别年轻，除非老板以外都是90后，应该是。不是老板年纪比较大，但是现在感觉我们也越来越老了，就是90后已经不是那种年轻的表情。对，嗯，脸上皱纹都有很多。对，好可怕，可怕，我也好减肥。好，这么可以吃蛋糕吗？来吧。啊，有柚子的旁边是谁？就上个平台其实挺乱的，那不好意思。上个就是这个人呢，哦，是 Mario。对，我是 Mario， 我是摄影师 Mario。Mario， 对 ，Mario Des， 请记住，我叫 Mario。对，哎，你们不是夫妻，这个是公司的同事，知道吗？之前跟雨辰做的时候，很多人说 啊，你们是夫妻山啊？你们为什么我跟谁搭配都变成夫妻了？为什么呀？说明你这个比较平易近人啊，大家都很搭，啊，对不对？可能是吧？好。看不出来啊，我这。好嘞，那可以打开蛋糕，耶耶，朱老板在，可能可以露脸，但我不知道，因为朱老板现在那个剪花尾，你们知道的吗？就是我们有一个部就是花尾的纪录片，然后呢，明天3月20号就是我的生日吧，明天我们播出第二集的，然后一共3集嘛，然后。现在亮叔他在剪三级的花尾，所以呢他在忙。把这皇冠给你戴上。戴不下。戴不上吗？没办法。可以再放大。我的头有点大。也没办法。也没办法吧。努力吧。可以。可以，对，来吧，这个蛋糕的本体，耶，哇！我想给镜头看这个，我想拍，
我先拍一下，不好意思，微博的朋友们，先我打开手机拍一下，叫耶，진짜고민도하는耶 ，OK， 拍了。OK。那我看一下微博。拍。对，行。我这个蛋糕很用心，不是你最喜欢的。对，我自己选的。是你，原来是你自己选。大家看一下。改错。我不知道 YouTube 怎么说 ，YouTube 稍微不好想。我来吧。对。来就是呢，因为我喜欢中国风，所以选了恭喜发财的发财。对，这个好像打麻将。对，我觉得很中国风嘛，不错。然后 B 站 YouTube 的人看到吗？看到吗？发财，可以吧？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好的。OK， 这已经极限了，我都不能再说了。对，那我们吃东西了。耶。唱首歌吧。真搞笑，这个。拉没点上呢，不要着急。哎呀 ，YouTube 是不是有一点声音听不太清吗？有黄哪边的？YouTube 音聞こえますか？那点蜡烛了，那给大家看一下蜡烛，假装点过了啊，假装点。Sugar院，哎，怎么办？我没想好 Sugar院。我们应该搞点特先有火焰。哦，对，我都忘记中国，因为好像现在直播有一点问题，不好意思。但就是说 YouTube 的平台最近有一点问题，所以体谅一下，不好意思。对，然后是不是先上给你唱个生日歌啊？可以唱吗？可以啊。你也可以帮我唱歌吗？哎呀，你先许愿。我们应该唱中文。先唱歌。我唱歌很难听的，有会吓到。对 ，Mario 唱歌特别的厉害。对，会让大家都吓跑。希望大家待会听完我的歌声以后不退出直播间啊！我们可以先忍耐住这一段时间，很快的，很快的。很快的，好，要开始了。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谢谢。来，快许愿了，许愿了。许愿。对。什么东西？OK， 那吹一下蜡烛吧，假装这里火。我灭了。OK。まさかの英語，我没想到你英语。啊，有人是双胞胎吗？不可能有啊。双胞胎不是吗？不像吧？好。来。按规矩，你要切第一刀。OK， 切一切。那花仔可以切吗？花仔切了之后有什么吗？没有。应该没关系吧。耶、yeah. ，哇，緑，六，哎呀，怎么？没带。六分就可以吗？六分就是。谢谢，这蛋糕是第二次，上次是我们五周年啊，六周年啊，五周年，公司的生日也吃过，来吧，是头。OK， 算了，倒下来吧。倒下来，没事。哎，这第一款你该自己吃。啊，那我再吃。我来吧。いただきます。哎，微博声音有问题，有人说。好了。啊，可以了吗？啊，现在可以了吗？微博可以吗？啊，谢谢，很多人生日快乐，谢谢。今天线好像还是有问题。啊，有问题吗？现在好了。啊，很多人谢谢，祝我生日快乐。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真的怎么说？很不好意思，为什么不好意思？大家一起给你过生日，我从来没有几百个人一起给我过生日过。我也是，好像第一次。真的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多亏这个何君梦的现在的名气吧。所以就是我们两个人吃吗？嗯，我要把它带走。嗯。哦，你要拿走吗？对。YouTube 的人看不到，现在后面有三个人等吃这个蛋糕。等吃的蛋。对，然后很多人生日快乐，谢谢，我也祝大家生日快乐。我不知道大家的生日，但希望大家过得好。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日本の人もい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蛋糕好吃吗？一般吧。不是你选的吗？我来尝一尝。嗯。
是吧？六号是粉丝，生日快乐，外婆生日快乐，已经过了十五号。那你不是白羊座吗？双鱼，我是白羊和双鱼的中间，哦，双鱼的最后一天，哦，对，可能是偏白羊的双鱼吧，我不知道。那你做是不是做的人都比较害羞？不知道哎，是吗？感情丰富，情感丰富，哦，好像有这样的说法吧。那大概下个月，你的星座是啊，金牛。对，我是金牛座。哎，四月是金牛吗？四月底吗？四月底。哦，了解。中国好像挺看重那大概星座吧？也没有吧，就是大家感兴趣的人会比较喜欢星座的话题，因为日本人会看。血型比较多。血型？嗯。你是什么血型 ？B。E。你呢 ？B 型的人会怎么样呢？比较自我。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是吗？我是 A 的耶。啊，你是 A 吗？对啊。啊，是 A 吗 ？A 是怎样的耶？认真或者比较计较，也不是，就是很细，抠细节，拘抠拘谨，拘谨，抠细节，抠细节，嗯，不是，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对，金牛座是很抠细节的人，跟血型没有关系，很细，日本人 A 型好像多，这就是有额外的意思，all this， 对，哎呀，很多人说啊，很多人说新历快乐或者自己星座，对，就没。那其他两个血型有什么特点？ O 型比较一点，大方一点，是吧？哦，对。还有 AB 是奇葩，奇怪，奇怪，不合群，这样怎么感觉 AB 群的有点，哎，这个上面全都是奶油，有点吃不下。对哦，它奶油涂的比较厚。对。可是是你最喜欢的发呀。对，恭喜发财的发。奶油有点吃不下，算是一点点。食べ過ぎじゃね。吃不下就给它放下。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原来吃播的，之前是做吃播，但是现在慢慢变成一个聊一聊的一个直播。マリオ氏は A 型っぽく見える。だって。ぽく見える什么意思？ぽい是好像，所以看起来你很像 A 型。哦，是。だって。而且这个人一直问我的空手道的那个东西，我是手刀岗，所以我不能打 Super Olympic。我最喜欢的是。什么都忘了，吉翁吧，吉翁，对，好，就是有一个人一直问空手道的问题，所以我回答了一下。哦，你应该不懂，不懂，你应该不懂，完全不懂。哎呀，有点吃腻了。你是不是需要点？美味しかったけど。ね。好，我们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对，今天呢，虽然就是很多海报上或者什么东西上写的是就是庆祝我的生日，但是啊，有人问就是真天亮导演现在不在，他在剪辑，对，他在忙他的对非常重要的工作，对那个华为，因为华为的第三集也是应该是下周五，对，所以现在要。好好剪辑，对，加班加点，对，现在很多人加班，对，好多人都在楼下加班。而且刚刚的那个奶油有点齁，齁吗？太腻了是吧？对，那种感觉。哎，这好像是什么鬼？就觉得那样吗？好，然后呢？今天我聊什么？因为今天是跟他就是第一次嘛，而且其实3月20。对我们公司来说，一个忙，也不是3月20，就这个季节吧。对我们公司来说，一个什么点？天干
平淡转换的转折点。哦，是三月份发生了大的变化吗？先聊一聊去年，因为我们公司可以说去年爆，去年开始火起来的一个公司，就是不是我们公司，就局内量吧。对。然后就第一个，很多人管他的原因就是南京抗疫现场。南京抗疫现场。对。然后那个排是就三月中旬。因为什么我记得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隔离。哦。然后那个放那个片段里面嘛。对，我有看到。对，所以我很。就是记得很清楚，然后我去年差不多3月15号或者16号就从隔离出来，然后回到公司的时候，他已经很多媒体就是要采访他嘛，所以我们公司感觉有点变了。那个时候明明我们一个小的办公室，然后人也坐得下，但是就一转眼之间，就人多了，肚子也大了，然后就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其实去年的三月，就是没回想三月，就有一种感慨。对，隔离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故事？隔离的时候没啥故事，就每天都在看，挺开心。是不是很无聊？我隔离的特别的开心。是吗？是因为隔离的时候网速特别的快。那个酒店挺好的。网速快嘛。然后就是看视频特别的深，然后他们给我的吃的东西都好吃，然后量多，很开心。所以而且我这个地方挺好的，就看到夫子庙，就是南京最大的一个观光景点嘛，所以挺好的。是吧？还能看到外面的风景。对对对，所以那不是没有新鲜空气吗？也不会很闷吗？也可以，我可以开窗。可以开窗吗？我会开窗。哦。所以我其实蛮隔离的好。对。第一次有人把隔离当作小说。对，我很想回到隔离时间。对。现在我才。对，所以就是我们聊一聊一年的变化，然后跟你们回顾一下我们公司的。我不知道现在看我们直播的是。一直关注我们的人还是就是今年2020年开始关注的人，我想问问现在看 YouTube 的人可以告诉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平台，微博也是，就是 B 站也是，其实我蛮想了解看我们直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对，刚刚大家通过什么样的节目知道我们的公司？对对对对，或者知道局内量之类的。湖北武汉的网友。哦。哎，什么？果然还是因为好久不见武汉的粉丝进来的。好久不见武汉，或者我们疫情的时候拍的，就在日本的武汉，你看过吗？在日本的。就在日本的武汉人要把口罩寄到中国的。哦，对。对，抗议2019 2017比我们比我早。对，还有谁也是因为，对，我也是因为是这个啊，很多人是长沙鸡博。哦，说到长沙鸡博了，你们知道长沙鸡博吗？知道吗？微博的人， B 站的人， YouTube 的人。 B 站的人应该肯定会知道吧，长沙鸡博很有名。对啊，对， Star 嘛。昨天我在推特上我有推特推特上就是长沙知博是北海道人嘛， 对北海道的爱特别的浓厚。 对，然后因为他的推特我每次很共鸣，因为北海道人然后我脏话，然后顺便说我对他的推特非常的共鸣，是因为我也是北海道人，也是有人说我长得像长沙知博有过很多弹幕，完全不像哎，真的。然后我一看自己的那个什么片子的时候觉得有点像长沙知博，然后这么写了，他居然回我了，他给我回信，他给你回了什么？我跟谢谢你长得跟我很像吗？他说，长得跟我，长得跟我像不是一个好事。哦，但是我是很开心的，对。但是长沙知博很有人气，对，说明会像他这样有人气。我其实蛮崇拜他。是吗？我觉得他我很喜欢。现在看的不是那么的多，但是他的人我
吧？对，但很可惜我没见过他，他之前来过公司几次嘛，对，我都错过了。对，我住也专门拍过他的。对对对对。故事。对，所以，哎，不好意思跑题了。对，所以我们公司拍的东西挺多的。有人没看过《山下智博》或者不知道《山下智博》的话，请关注一下我住的节目。对对，就在前几集，很容易就看。对，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日语的字幕，但是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对，哎呀，小樱花胜利，小樱花是萨克拉吗？我不知道哎。小樱花。樱花，萨克拉，你好，萨克拉。小樱花胜利。小樱花，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小樱花胜利是。对。哦，这是那个。妙奇萨克拉吗？对对对对啊，就是 Ice One 的。哦，哎呀，人变少了。啊，有人说局喜欢局啊，看局那亮起啊 ，CCTV。哦。哦，果然去年一年亮叔都是在全国都火了，嗯、就是已经上了央视。好像是不是现在 YouTube 的观感不好，音色が途切れちゃう。其实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原因，因为我们手机上次一模一样，有可能是那个放墙的问题，或者不好意思，就是不好意思。嗯、也很多我住的粉丝哦，我知道啊，老婆是日本人，哦，哦，すごい，谢谢谢谢谢谢。还有什么呢？啊，没有其他客人。柚子推出来以后，这是轮到摄影师。谢谢老哥化化妆。不用了吧？要化妆吗？不用，一个男生应该就不需要特别的化妆吧？啊、我也没有化过妆，我也不知道化妆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可以，我们做可以这个计划，对，下次。直播直播像我帮你，我其实知道吗？我们公司做过一个。可以帮你化妆化妆吗？就这个一个节目。哦，但是我化妆会不会感觉有点奇怪？是什么？不知道吧。我就难以想象我化妆会是什么样的。有可能很女性的样子。为什么会是女性的？为什么不应该是一个很 man 的、很阳光的形象？你想做阳光的形象吗？好啊，那本来就是阳光的形象。对。有吗？没有吧？原来不是这个印象吗？不知道哎，因为很多人告诉你是女的吗？我不是女生，我在强烈反复声明一下，我是男生。可能你的头发也太长了。我的头发长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我头发长？嗯、对，我要讲一下，这是个很长的故事。嗯。头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最初疫情的时候，嗯、大家都宅在家里嘛，对对对，就不太方便出去，所以那时候。就一直没有去理发店，嗯，那留着留着就索性想着就给他留长试试看，因为从来没有留过长发，差不多应该是两年前，留到现在已经快两年的时间，所以才会变成一个长发。嗯，那当然还有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对，我已经是快三十的人啊，然后我感觉我的发量在慢慢的变少。尤其是头顶这一块，你看长发才能把这个缺点给遮起来，对不对？万一我一个短发之后，可能以后再少点的话，啊，可能会考虑剃个光头啊什么的。现在趁着它还在的时候，对，留长发是吗？就稍微留一下，就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惋惜。对，大家要注意，就是留住现在美好的。对，有人说居然还不到三十。有，我跟三十多的人了吗？ 对，然后有人说啊，这个是他第九六诺成年的直面量的频道，但是就是直面量是属于何时梦我们这个公司的，然后我们是这个公司的员工，然后 对，所以呢亮叔因为最近工作有点忙，偶尔来直播，但今天的话我们俩做直播。对对，亮叔特别忙，忙到他有时候看着看着片子的时候就在那睡觉。对，哦，霓虹镜的是吧？那个是日本人，比酱日本。哦，谢谢。哦、他呢？这是我的朋友，他刚刚在比酱，又在微博，好厉害！哦、你怎么看个平台？谢谢。为什么有人说我们不是夫妻？为什么？不是很像吗？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很像？
是不是我们公司所有人可以做直播，然后都说哎你们很像夫妻相啊什么的、我感觉可能是镜头有问题。对，哎，你可以穿汉服，然后就是因为穿汉服的样子，就是那种就是头发很长，然后留两根须，然后在那捋半天那个。对，可以考虑一下，可以考虑一下，有一次从来没有试过这种，因为我穿的衣服都是很朴素，大家可以看到我都是黑色的，黑色的。 对，我基本上所有的都是黑色。嗯，确实黑色比较多，不太喜欢其他的颜色、可以下次穿汉服。我2019年油管开始看，我是五十多岁的粉丝，50岁了，很多人都是过了啊，早点，来不及。去了两次北海道。哎，すごい，能雪能花1700米了，啊，你在北海道吗？周日还去札幌滑雪翼呢。我也想去，我也想滑雪。我想去北海道，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对，马尔说一下你之前的身份是什么？我之前的身份，我之前的身份，摄影师。是啊，是啊，对对啊，我一直都是个摄影师。Mario 挺厉害的，他去过很多国家，是因为他之前拍婚纱照的人。对，我以前是婚礼婚纱的摄影师，然后一直去旅拍，就是全球各地嘛。然后正好辞完了上一份工作之后，去了北海道旅游。啊，辞完之后，对，辞完了之后、啊、立马就去北海道旅游、因为我去旅拍很多国家，一直没有机会去北海道，但北海道是我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对，一直想去看一下那个北海道的雪。嗯，因为身为南方人看雪是件很兴奋的事情，然后、对，我们是南方人，对啊，就很少看到那种积的厚雪可以堆起来的那种雪人那种感觉，所以去了一次北海道。北海道真的特别特别漂亮。哎，你测的是2019 2020，是我是2019年年末，也就是底的时候去。我在那个北海道过了圣诞节、然后再到东京去过了跨年。对，然后对，就是个很有意义的旅行、然后结果回来之后没多久疫情爆发。对，我也可能疫情爆发之前最后一批的旅游的人。是吗？就是因为我去年的春节去美国玩，美国，然后要回来的时候已经回不来中国了，也不能进了，回日本了。对对对，所以我进去应该最后一批去旅游的人。对，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的？对，我最近很想回日本嘛，因为这个是这周的我住，大家看了吗？有看了吗？大家这周的我住。对，这周我住讲的是鹿儿岛的故事。对，就是。今年吧，因为有疫情的原因，就拍日本片特别的少。对，难得拍了一个日本片，而且吃吃喝喝玩的那种。对，是吧？鹿儿岛，大家都估计都会对日本的地方比较感兴趣。啊，没有节目看了，没有节目看了不行，有吗？他对，然后鹿儿岛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感受就很想回日本了。是吗？就是看到片子里面感受到这个。就日本的空气，就是感觉，对，特别是那个一个院子里，院子你看了吗？看了吗？院子我还没看。看吧，连工作人员也没看。不是，我一般都是放在周末看，因为昨天才放吧。因为我们要起标题的嘛。然后真的很想回日本，然后我这方向特别的好，因为上周的题目你知道吗？你看了吧？我看了。然后有两个日本人，他们有自己的方式来把中国的文化或者中国把真实的中国传达给日本，就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 YouTube 上的超过了30万，30万，就是好像这三年的我剧里面最高，而且方向特别快，惊呆了。但是这周的我剧才10000，是，但是我觉得吧，这周的鹿儿岛的。真的很棒，就看着很轻松，而且感受到日本，所以希望现在国外的中国人或者国外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也好，或者什么人，就是你们想去旅游但现在去不了嘛，可以看看我们的片子，感受一下鹿儿岛的感觉。对，因为我要好好推广，这是我们难得的现在稀有的日本片之一，大家一定要多去多多支持一下。然后有人问啊，谁是神力今天对直播的题目是生日快乐，就是我的生日，我明天是生日，所以
就这样的一个题目啦。你错过了柚子吃蛋糕的环节。对，刚刚吃了蛋糕。对，因为这个。对，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这样子应该都皇冠，好像日本我没看过，中国的是中国好像每家送蛋糕的什么东西吧？现在好像都有，以前应该也没有这些东西。日本也没有，对，日本人的话，过生日都会怎么过？过生日，吃蛋糕，送礼物，送礼物，差不多吧。同じ。哦。差不多是干嘛？但跟家人也过，跟朋友也过，对，送礼物就这样子，但不会许个愿。不会许愿吗？对，所以。我每一次在中国吧，很多人说啊，你许愿吧，那个时候我都忘记，就是翻译不过来，许什么愿？对，所以每年不咋样。对。那你刚刚许了什么愿？可以透露一下。今年做主持人的能力好一点，好一点。对，因为我希望，就是今年参与我这个排水比较多嘛。嗯。你是不是太认真了？我很认真吗？我。我刚刚数个月太认真了、啊、没有啦，挺正常的。虽然我觉得你主持的也不错。没有没有，就是因为很多人还是看亮叔或看我们的节目的人多嘛，还是也不会模仿他了，但是希望这样的人也欣赏我主持的亮叔以外的人参与的我们的片子嘛，就是有这种感觉。是你主持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弹幕都说你很漂亮啊之类的，人气很高啊。不是彩虹屁吗？那粉丝都是发自内心的嘛。真的，我不习惯自己讲，但有人欣赏就好了。那也希望我通过我的主持，就是让那个主人公的，啊、就是内面，里面的东西怎么说，魅力越来越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啊、就希望，看的人也舒服，然后被采访的人也有收获的那种，就是我希望的是对。好深的呀、啊！对，好高兴。对，所以我要好好努力，是一个今年的对啊。有人说中国会吃长寿面，长寿面对啊，这个我听说过。你今天有吃面吗？米线哦，也可以了，差不多。对，长线，日本会有相关的习俗。哎，这日本没有吧？没有吗？日本って何かありますか？聞こう。YouTube の今日本人見てるかな？日本は何だろう？誕生日の時にやる演技か演歌つり。日本語やばい。やばい。你演。我能听听懂没说，我相信我可以听懂。听不懂的时候，请朋友们帮我翻译。なんか中国だと麺長い麺食べて長寿とかあるけど、日本って何かありましたっけ？ちょっと待って、日本語やばい。大丈夫です。我听得懂，我听懂，我真的听懂了。对，听得懂。对，说日本有什么习俗？对。日语的话，我不知道。有日本人吗？日本人の人いますか？教えてください。忘れた。啊，没有弹幕了。没有弹幕了。应该有。现在没有人聊天吗？有出来了。对，这个是刚才的，最近没有人聊。刚才的不见了吧？在下面，在下面，下面，下面。あ、そば、お餅、よま？あ、でも東京の人あんまりないって。あんまり日本应该没有这种新日的时候的一个习俗吧。基本上都有蛋糕耶。对，许个愿也没有。对，可能这个许个愿是什么文化？中国的文化吗？还是国外也有？好像国外也有吧？好像许愿是中国文化，我也不知道耶。只是大家都这么做，就感觉好像。每次都要许愿那样子。好像是。啊，有人是东京的，对。有人说有人他都喜欢我。很喜欢。对，我牛粉比较多。挺开心的，我觉得被男性喜欢的女生是挺好的嘛。是吧？因为性格不好就绝对同性不行，通。就是女性不喜欢的女性就是性格有问题吗？哦，不喜欢这样说可以吗？就是有是没有吗？就是六千表啊什么的，是吧？哦，但至少我男性的粉丝也多的话，应该是我
没有那么坏。这么说来好像亮叔的男粉也比较多。对对对对，哎，这是为什么？那我开拓一下何之翁的女粉市场吧。哦，对，女粉的这一块就要靠你了。对 对, 对, 对，我加油加油加油。对啊，什么那个老大，怎么怎么啊，有了，开了，可以开了。疫情期间去店长家，老大也是开干哦，导爷爷吧，啊，导爷爷是啊，不想给你我的手，不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对，哎，导演胡秀玉，没啥，有观有想到想，你们不赌了吗？刚才有了吗？不好意思，是有了吗？哎，刚有的，有了，刚刚刚刚看，就是这个一开始。是的吧，啊，刚刚一开始 有人给柚子打了一万烟呢，然后也有人是250，然后有人给我两，很多朋友嘛，谢谢。 对, 谢谢。对啊，东东的粉丝也在，微博有东东的粉丝。哦，东东的粉丝一定看了陆奥这些吧。对对对对，东东最近我有机会跟东东联系，就是一些工作上的交接，我发现东东有点呆。哎，没想到，我以为东东是那种很帅的那种感觉，那感觉有一点天然呆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对，东东只是个直男而已吧，他应该也没有到呆的那种，那么夸张啊。这种感觉，对。东东只是很可爱的一个。对，很可爱的，对对对。还有，哎，我们今天的标题说一年的变化，我还没聊到什么，就这一集嘛。对。对，我想聊的是呢，就是我去年的。变化在三月开始就隔离嘛，然后我还记得隔离结束的那一瞬间我开始被拍的。哦，亮就说啊，我去，然后我觉得哇太暖心了，这个老板就是接一个员工亲自来，哇太暖心了，我想的太就是太好了太好了。然后我从九点起来，那个时候因为一直没有化妆，头发也很乱，然后也是前天没洗头的那种感觉，然后戴眼镜就随便，就还好没有全睡衣出来的。然后呢，一出来看到可可拿着相机看我，然后柚子出来的感觉是怎么样？觉得，哎，我想太美好了。我们公司就是能拍什么就拍什么的公司，啊，对吧？对。然后，就是我真的什么都没打扮的样子，就我们吃饭呀什么的。是不是刚特别震惊？对，但后来想，嗯，对，知道这个是我们的公司，还好那个四仔用的不多，不多是吧？但是那个时候的四仔真的很像闪闪直播，是吧？哦，原来是从那个地方出来。我看自己，我偶尔会看自己的片子的，啊，然后看的是，哎，为什么有闪闪直播？然后看着看觉得，哦，是我，对，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所以我是去年被拍，是差不多三月到五月，三四五月拍嘛，然后这个应该我住的160多集吧，然后我被拍，是那个时候主人公，然后后来变成一个机器人，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跟和什么我和之梦，不对，我住的一个缘分嘛，对，然后你的话。对，因为我为什么开始做机器人呢？是因为我们拍了一个养生之旅。对，养生之旅。对，我那我们聊一聊养生之旅。那是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我来到何之梦之后的第一拍摄。对，应该说是我还没有来到何之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拍摄。马上就很厉害的，我要跟大家聊啊，就他啊，先说一下，今天亮现在在加班中，他在剪片子，所以我们俩聊。Mario 呢挺厉害的，我记得那个时候陆陆续续有新人来的，那个时候应该叫做八月七月八月对，然后萍姐说啊，今天开启一个摄像师，就是上岗，嗯，岗位入职了，人不在，然后萍姐说啊，现在他已经去北京出差了，就是入职第一天已经在北京拍摄，对，这不是北京，是重庆 对，就奇妙，就新人不在， 对, 对，就我还没有报到的时候我已经在出差了，对，就真的很就是，对，好，连办公室所有人同事的脸都还没有见到，我已经开始在拍摄，对对，然后我们也是不知道嘛，就是去拍摄的人才知道，就是说 Mario 人挺啊，就是说 Mario 什么什么呀，对，就有很多很多，就已经有很多谣传了吗？我都不知道哎，然后我记得就是拍那么养仙之旅的时候，就第一次
看到你还是见到，我忘了。啊，反正这个时候觉得，哦 ，Mario， 话挺多的。是吗？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话特别多，是吧？对，但那个时候觉得啊挺有意思，然后后来觉得挺那个的。不要紧，你说出来吧，我不会说。没关系，我已经被打击过很多次了。他们一直说我很啰嗦，但其实我一点都不啰嗦。我跟你说，其实我的啰嗦都是建立在很多道理基础上，对，然后才会有很多话来讲。平时的时候，其实我是个很安静的人。有人打赏了，谢谢。啊，青壮山亮叔文好，好的，哦、我跟亮叔说一下，谢谢。谢谢。对，代替亮叔，谢谢。对对，谢谢谢。是多少？就是你刚刚的是什么？啊，多二十刀哎！我笑死我，谢谢谢谢。这个 Catherine 孙 ，Catherine 孙，谢谢。哎呀 ，YouTube 的大家真的太感谢了，谢谢。有人说柚子中文很好，谢谢。我老婆不会说中文啊，但挺好的，应该是娶到日本老婆的一个中国人吗？对。哎呀，我说嘛，刚刚马老师开始讲话的时候，感觉到他的啰嗦嘛，我的什么，刚刚说什么来着？我的啰嗦是建立在很多道理之上，建立在很多道理之上，他很喜欢讲道理，也不是很喜欢讲道理，是这个道理的时候才会讲道理，不是喜欢讲道理。对，所以我们公司的人的一个认识就是，马老师很喜欢讲道理，然后他说的确是道理，确是没错，但是有时候停不下去。或者听不进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对。我科普啊，对，是他是这个样子，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支持这个马老师的，对。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觉得我烦而退出来，对。对，哎，好像动画的コマ送りで全然見れない。啊，谢谢你快乐。好像对，现在 YouTube 就是说昨天前天开始。那个什么 YouTube 的直播有一点问题，所以可能你们的观感没有那么的好，但希望陪我们看直播。然后我们刚刚有人问看直播呢，像 B 站的朋友们还有微博的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的直播有每周五都有，都有。 对, 对，然后希望有人すごい，ちょっと待って、哦 B 站也有打赏100了，谢谢这个 Otaku S。 Otaku AOtaku 什么意思？ Otaku 就是宅男。哦，是。Otaku Ace， 好可厉害，谢谢。哇，100人民币。谢谢这位宅男，谢谢。谢谢这个宅男，宅男的 Ace 呀，C 位宅男。哦，宅男 C 位。谢谢。请问宅男怎样才会被评为 C 位？你这样原来有打赏的功能。哦，是第一次有人给你打赏。哎，第一次吧，有人之前有过吗？有过吗？很久以前，我从来做的时候应该没见过。微博可以打赏？微博应该不可以。哦，不要催了。对，了解一下。了解。对，真的很多人，真的很感谢支持我们的这个粉丝们，粉丝们真的。强迫他，这个是他那个有老婆是日本人啊，英文啊，日语啊，不知道哎。哦，对，すごい。对，最近我也有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日本人，然后哦，有史上好像我认识的人，认识的人应该是认识的人，是吗？哦，应该是我认识的人，认识吗？啊，不认识，那可能我知道的人。对，怎么说？我想说，对我们，我很感谢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节目的粉丝里有很多中立夫妻，然后他们一起看。是吧？对，就我其实蛮欣慰，开心。对，怎么说，你天天聊的人也是就是为了学中文看。对，是这个样子。所以中日夫妻之间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我不知道。没有，我刚才说我不知道。你还是你还想做这样的一个圆桌派。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们有一个圆桌派，这个我觉得特别偏，已经做过三次，一次普通的日本人的圆桌派，这是一个主力是之前的主人公，然后美浓人也之前的主人公，还有亮叔和我的一个，就是来了中国之后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就这样的一个圆桌派，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
女性的圆球派，中立的，对对，中立女性的区别。所以其实我蛮想做那种中立夫妻的圆球派，但是我们公司能做的就是局内亮和萍姐。萍姐，对，但我想做这一枪。那等你以后结婚了也可以。对，但我不一定加入。哦，对，也有道理。对、啊，请中国的粉丝们加油一下。对，好，哎呦，我们。哎呀算了， 没聊到一些养仙之旅。哦，对， 我想因为你为什么要回顾一年，是因为我想推一下之前的节目，多么有意思。对，养仙之旅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对，养仙之旅挺有意思的，而且那个时候发现 Mario 真的去哪里是一个契机。对，是吧，有吗？我印象特别的是就是那个什么捞金鱼，捞金啊、哦，长沙吧，长沙网的捞金鱼，他捞的金鱼飞了，飞，第一次看到金鱼这么飞过去，没有飞，我只是那个没有计算好他那个落点，只是所以他掉出来，要飞，我笑死了，那个时候笑到有点没办法呼吸的那种，对对，养仙之旅是一个旅游片嘛，对旅游片，哦、来了。哦、来了你们大家最想见的人出现了，很多人问对啊，大家都想看你，今天很多人当场一万三，你可以给大家导呼，对，人家给你投了，对、嗯、对，因为给我们$20，打赏，他给了G63D，哦，谢，给我们打赏2000元，你不是$20。$20，哦，すごいじゃん。哎，刚刚的人来一下，刚刚的，谢，叫什么来着？Catherine Sun，对，谢，为什么我不出镜的时候给我打赏？因为你要去了，我来做。你看这打赏还是有效果的，看打赏了你才会来，是吗？啊，对，不然不会来。对，不会，没有打赏有的，我没有那么贪钱，过分了。你说也有说服力。那个大家 ，Mario 的。怎么样，他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做直播，对，我是第一次做直播，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大家都不想听了吧，不想听了吧，大家是不是也没有，我就很安静，不要差点暴露他的啰嗦、啊、啰嗦。我们平时不想跟他聊天，太啰嗦了，你看我也有人说我特别帅耶、哎、啊，这个是我的朋友，是男的啊，是吗、嗯、对，你的审美观有问题。没有问题，人家说的是事实好不好，是吗？对啊，没有自律，对，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和亮叔谁比较帅、啊、有人说华为 documentary 的人呀，何者それ、他不知道何正是你在的公司，华为 documentary 的人呀，知らねえのかよ、何だよそれ、あなた知らないの、なんで見てんのじゃこれ、まさか、俺見たことないの、意味わかんないよね、新しいタイプ、新他知道我就但是不知道我，对啊，好奇怪啊，明明是我们的节目，对啊，啊，这句，对，这么快吗？对，就咳出来一下，对。我又有大双，100，100香港都是大概多少了？哇，100港币。港币是。谢谢 King 一头。这是另一个人吗？另一个头。谢谢。我马上走的时候，他就打赏，然后我留下来我。让我留下来，对，哇，好便宜啊！哎，你看，刚才多少钱？上哎，港币现在多少？港币180元人民币。哦。89元。你只有80块钱让我留下来，我没有那么便宜、啊。我没有那么便宜。不错了，我连一个都没有，我是零。谢，不好意思，开玩笑。冗談です。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今天你们聊了，现在回顾一下这一年，然后我回顾这一年，我分享一下去年的参与，我说了去年什么隔离出来的时候，啊、我很开心你来接我们、啊，特别暖心。啊，但一出来就看到相机，然后我想的太美好了。啊，对，为了拍摄去的。哦，又来了，那怎么了？刚刚他第二次了吧？应该这是什么呀？
ダーシャン。じゃあ私、YouTube。あ、YouTube。あ、YouTube 初めてだ、これ。そう、YouTube。今後やりますよ、高橋さんとも。あ、お D2、お D2 シャン YouTube。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っちも来た、こっちも来た、こっちも来た。おいおい、一杯や、おい。頑張ったらな。哦，这是刚刚对，今天有微博、B 站，还有 YouTube。啊 ，Hello 大家 ，YouTube 的粉丝们，大家好。看我们，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对，日本人的人も結構いる。日本人的人もいる。結構いますけど。啊，そう。じゃあ你们觉得这个人和这个人哪帅？俺とマリオどっちがかっこいい？你投票一下。投票一下。还是亮叔？打一下。请大家，对，请大家按照自己的内心来评判这个事情。Mario 一 ，Mario 一，内量是二。どうぞ。さん応援してます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多分上海にす。Mario Mario Mario 是二。哦。谢谢谢谢各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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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都是一。一。哦。一二。那不要我了吧？可以走了。等一下等一下，我进我就上。对，我没有到三十的，我是欧吉桑。你也是欧吉桑。我不是欧吉桑，我是青年人。他是欧吉桑。你说的。青年人日语怎么说？你多大？29。二十九，差不多嘛，差不多三十。快三十，还没有到三十。差不多三十。没有。三十的一个二二。啊，那个二多。二多。二多。对对对。欢迎过来的，谢谢谢谢。哦，谢谢。达维里。YouTube 的粉丝们比较有钱，好像是这个。和 B 站的粉丝们跟他们学习一下，也微博也不用打赏。B 站的朋友也有也有人打赏。微博的粉丝们为什么没有？没有功能吧？微博的粉丝没钱，可能没有吧？不是没钱，人家可能没有那个功能，怎么就没有钱？不好意思，今天不是我们来钱的，对，不是为了钱。哦，这个大橘子，这个是什么硬币啊？欧元，是欧元多少钱？是欧元。啊，又来了，什么多？加币。所以大家在加币国外看是吧？这是应该是加拿大，刚才是香港、欧洲的、日本的、中国的，啊不对，厉害，美国的，哇，すごい。哦，すごい。那 YouTube 单给你用。可以，不可以？下次专门给 YouTube 做直播。不行，我不能只向前看，我们顾虑一下其他的粉丝。对，真的直播真的挺。微博的粉丝没有什么留言啊？怎么了？微博柚子可爱，都往定着。啊，这都对。微博可能的粉丝们都比较喜欢看柚子，比较喜欢看。看不想看男粉。对对对。因为男粉多嘛。男粉多，对。所以我们女粉还是 YouTube 跟哔哩哔哩多一些。有人问华为的第二季，因为我现在在剪华为的第三季，所以今天没时间做直播，好吗？对，这个第二季刚刚做完了。我又来了，二十这个应该是法。马さんは可愛い、竹内さんはかっこいい、分かってるね。有人说 Mario 是女的吗？有人问黑色的衣服的是女的吗？不是，我是男生，男生啊，都这么男生，一点也没有女生的味儿。对啊，一点都没有女生的味，就是个很帅的男生，请大家不要误解。什么 RCM pianist？ 大家不要打赏啊！是什么语？这个应该是法币，伦敦的。我下次我会单独做直播的，放心，我今天因为我要做那个华为嘛，第二集刚刚做完了，差不多做完了。然后现在在赶第一集，第二集的话明天播，对，明天播。然后第三集的话27号，目前27号，下周六，对，书，对，大家期待。又来了，1840元，すごい。なんでそんな中途半端？いやいや、もしかしたら1840元。僕なんかのやつで。柚子生日快乐！谢谢，然后 Mario 首播。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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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知名同学。对，谢谢。すごいな。知名。すごいな。すげえな YouTube。他上周没有这么的，有点吓到了。やっぱり俺が。あ、日本の人だ。この魅力が。ダダ漏れ。止まらないんだ。とどまるこ、世界に広がる。すごいね。すごい。あ、日本の方だ。俺何も喋ってないよ。大したこと何も喋ってないよ。いや、初めてですからね。
有名です。ご祝儀ってところね。有名な監督。そうね、有名な監督。日本語でやろうか。じゃあ日本人結構いるんでしょ。結構います。日本人の人今どこで見てんの。日本のどこですか。後ろのおじさんだよ。後ろのおじさんだよ。なんだよお前。後ろのおじさん誰ってなんだよ。この二人知ってんのに俺知らねえのかよ。おかしいだろ。どうもおかしいだろ。最重要的人家不认识。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中野区だって。中野区の。マー君。マー君の区。マー君。マー君中野区。多分こっちでも見てるんだと思う。YouTube のスパチャがすごい。YouTube のファンすげえな。そうなんだ。YouTube のファンすげえ。こんなおじさんになんだアシャン。メニューにダアシャンすればいい。レイブは誕生日同じ人いる。セリファラ。ああ、ダアシャンの当社だって。现在有差不多23,000日元，所以人民币的话1500。1500。1500。嘘。やば。一共吗？一共一。哇。すげえ。すげえ。すげえな。すげえな。す。一千五すごくない？まだ早い。韓国は韓で読んでこ読んでこ。トイレ。トイレで見てんの？なんでトイレで見てんの？为什么在厕所看？YouTube 的粉丝们有点问题。应该这么想，人家上厕所都不忘看我们。啊，对对对，对，谢谢这位厕所的朋友关注。什么？宫崎县，宮崎，宫崎县。有可能不好意思。偷偷看。偷偷看。偷偷看。韩国也有，还有金沢、金泽、岐阜，有没有？岐阜か。すごい。え、岐阜って。岐阜って俺の、あの、おばあちゃんの、おばあちゃんちですよ。ですよね。岐阜、東京の久留米。日本人そんないっぱいいるの？あ、千葉いるじゃん。東京いるじゃん。東京。千葉のどこ？どこですか？豆さん。千葉の豆さん。あとは岩手、日本の方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ごい。完全に日本人向けになってる。ずっと日本語喋ってる俺。我一直在说日语，不好意思。中国的朋友们，不好意思。仙台、福冈。江戸川市内。東京吗？三重。哇，すご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真的很感谢，对，感谢，也很感谢 B 站、微博一直支持我们。日本的粉丝们比较大方，给我们打赏。而且我们讲中文也啊，市川的。啊，市川か。阿比库より。阿比库と近い。近い。結構近い。还有大阪。B 站的粉丝们加油啊 ！B 站的粉丝，草。一直要钱。一直要钱，不太好，我也觉得。还有什么？不太好。不要。B 站的粉丝们比较年轻嘛，比较年轻，不要打下，不要打下。对，那我走了，加油。对他走了，加油，加油，加油剪片子。对，大家关注一下华为的第二集，明天播出，明天就播了。然后可能看我们的直播但没有关注我们的平台的人，赶快去订阅一下我们的账号，订阅一下我们的微博、YouTube。拜拜，拜拜，我们还不拜拜。我们还没拜拜，拜拜拜拜。またね、今度俺やあの直播やるから YouTube みんな待ってて、拜拜。拜拜拜拜微博 B 站的粉丝们，拜拜。对。すげえな、1500。すげえな。シドニーすごい。他走了。他走了。Super Chinese 的 APP， 哇，对，亮叔走了。对，那我们稍微打广告吧，不是打广告。我们公司呢叫何之梦，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名字，而且我们的账号的名字也是叫何之梦。对 ，YouTube。然后很多人，其实有些人不知道朱念亮和何之梦的关系是什么，就何之梦是朱念亮开的公司。对。对。朱念亮是我的老板。对，朱念亮是我们的老板。老板，对。对，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公司的节目都是朱念亮编导，做导演。导演，对。对对对，是这个样子。所以希望你们。如果觉得哪一个视频好，那先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就不要光看华为啊、后疫情啊、武汉啊。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节目，节目都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特别是我住在这里的理由是我们的一个招牌，招牌节目，对，是我们的公司的精髓、灵魂的所在。对对对，希望你们积极向我住。对对，好的。啊，老板走了，可以开始爆黑料。哦，没什么黑料吧？黑料吗？除了一直蹭饭，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之外，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黑料。他呢，有时候讲话有点冲，
但是人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我们公司有时候就他回信很慢啊，或者说话有点有刺啊什么的，很多人生气爆气爆的，但是大家最后说的，但是这样说的人挺好的，就这样子结束，是真的，对，所以有点对。臭骂还好啊，有时候是吗？对，有时候、如果硬要说一个黑料的时候，就是那样说，经常微信不回。あ、这个对对对、没办法、太忙了。太忙了。对、あ、韓国の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しかもあれだ、那个。B ちゃん有人给我们投喂。投喂、投喂是什么？什么？地茶是什么？哦，谢谢有人那个给我们那个东西，谢谢。对，谢谢谢谢这个。下来在 S Otaku S。算球算球算球。啊，算球算球，哦，算球算球。啊，有人北海道的人，哎呀，谢谢。哎呀，很多人，哎，今天看的人挺多 ，B ちゃん也多，真的感谢。すごい。あ、会員の方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日本版はしばらくお休みです。多分日本編は撮ってないので最近。でも見てください。わあ、嬉しい。嬉しい。嬉しいね。嬉しいね。这是我仅有仅会的日语之一。对对对。然后，哎呀，我们今天啊抽奖的时间了。那我们今天做一个抽奖，可能有人不知道，我们直播呢有一个。抽奖就是 present 的那个一个环节，但是啊啊、不好意思 ，YouTube 的朋友们，因为你们住的地方可能全球范围、对都会有，邮费有点，虽然今天很多大厂，但是我们考虑邮费嘛，所以希望今天的话，微博和 B 站的朋友们对啊、做抽奖，然后呢怎么抽呢？你们在现在评论那边。打一下555，是我们公司5周年是555，对。然后截图的，那个截图，就得从下，不是从上面到下面第五个，对，第五个，对 ，ID 就是中奖的人。对 ，Mario， 你有手机吗？我有手机啊。你截一下 B 站的粉丝们，我截一下微博。OK。然后我们一会儿倒数时候截图。可以吗？那你们准备起来。然后 YouTube 的朋友们，不好意思，这次没有那个 YouTube 的抽奖。对，对不起。请等一下，我们以后可能有的 YouTube 的抽奖。对。好。哇、哦、哇，好多人呢。来，十九。看。啊，你看一个，再看一下。对，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微博，这个是 B 站。现在给 YouTube 的人看。对，那来啊，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接。OK。你读一下。我来读一下。B 站的朋友。B 站的第五个朋友是，上面遮掉一个，一、二、三、四、五。哦，这个是个日本的名字哎，叫。加油。叫。加油。Sonan Su。对。Nansu。Sonansu Nansu。Sonansu Nansu 什么意思？就是一个 Pokemon 里面的一个什么呆呆呆兽。呆呆兽哦。呆呆兽的一个名字叫 Sonansu， 应该是。恭喜这位 Sonansu Nansu 同学，哦、对看得见吗 ？B 站是 Sonansu Nansu，B 站是那个 ，B 站是那个，没有给电脑看。B 站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五个。Sonansu Nansu 同学，恭喜你中奖啦！对，是你的呀，是你呀，有人就是我。是你。哎，我现在发现，我们还没说抽给什么东西。对，我们奖品还没有讲。先说一下谁中奖。对，先说一下谁中奖。啊，微博呢？一二三四五 ，Lydia， 怎么念？就是叫什么？Lydia。西吗？哲吗？这个字我也不认识，不好意思，这位。雨辰，我们不会念一个汉字。这个字没见过。他是主持专业的。对主持专业的。不好意思，对。Lydia。Lydia。木字旁，然后有什么剑，然后有力。不好意思，微博的朋友叫 Lydia。Lydia 西吧，应该大概是西，就谢谢这位 Lydia 西的这位，对对对，恭喜，对，对，まさかの読めない、読めないと、
对，然后呢，那说一下，那抽奖的两位，对，你们在后台联系一下。那今天抽什么呢？这个是五，就是我们五周年活动的时候的啊、什么来着？五周年活动的周边，周边，然后里面这个一个包，里头有很多东西哦，帆布包等等，还有本子，这个挺好用的，本子，对，对，本子。然后海酒，海酒，这个很好吃的，这个海酒是日本莫莉娜的，莫莉娜的吧，松永的一个甜点，甜点，还有好久不见我放的薯签，薯签，还有这个化妆卸妆油，卸妆油，对，哦、哎呀，这日本女孩日语说的真流利，对呀、啊，我想这个机会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我们公司的一个。小秘密，不是小秘密，这边有一个贴纸、啊、我大家觉得挺好看的吗？为什么贴贴纸呢？是因为我们拼做一个英语，好像 world 就是世界的英语拼做、哦、拼做我都不知道耶，所以贴这个贴纸盖着的。所以呢，如果有这个五周年的本子的粉丝们，或者这个这次抽到的大家，偷偷撕一下看一下，不要撕，不要撕，不要去好奇这个事情，对对 对, 对，不要为了好求证这个事情就把这个好看的贴纸给撕掉，对。对，这个可能没有人知道的，对，我们公司人觉得有点尴尬，但是 我都不知道哎，因为我知道，是吗？对，有这样的，我们公司虽然是一个国际派的公司，但是有时候会拼凑英语。谢谢这两位粉丝啊，不是，感谢，恭喜这两位粉丝，恭喜这两位粉丝得到了这个奖品。对，好，什么中文更流利，中文更流利，确实，虽然我的日语比中文好，这个是肯定，但是我应该日语做不了这样的直播，或者平时做的电台之类的，我已经习惯用中文的这种模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可能日语的话我变成一个害羞啊或者什么会吗？可是你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没有害羞，上课嘛，上课还是要做一个老师的模式、哦、对，给大家科普一下，柚子是我的日语老师。对，每周末我他和那个秀秀，就我们公司第一个员工，对，和一个小仔，就是刚刚送给我这个礼物的姐姐，给三个人上课。 对, 对，等一下，안녕하세요吗？韩国人，韩国人，五个字，猜一下。等一下，我就是我韩国人，会，你会吗？你会韩语？会读，会读。哦，你竟然还会韩语？猜不到。啊，안녕，안녕하세요吧，应该是안녕하세요。哦，すごいね。对，你还会韩语哦。会读而已，不会是不会。其实我们也考虑过开网课，然后我们拍过这个素材。对。有点难剪，真的。对。哎，下次可以做直播吗？直播吗？我不知道哎。日语直播的话，我们的上课内容可以做。哦，谢谢。谢谢。啊，谢谢，一个现在有 YouTube 有一个人的，谢谢。哦、港币吧，25港币多少？25港币。港币一个港币多少？14。打八折吧，应该差不多就是人民币。啊。数学有点。买一个啊，没办法，这样子不好使啊。啊，差不多20多，那个22。对，22。对对，谢谢。哎呀，感谢，真的，今天感觉很挺热闹的，谢谢。华为的纪录片明天就更新了，对，一定要注意观看，对。对，对，对对是给进来。然后先预告一下大概我们以后的那个播出日程吧。明天华为第二季，我觉得第二季挺好玩的，你看了吗？第二季我还没看呢。还没看。对。啊，就是我们就是要推广的人都看嘛。对。哦，这很有意思，我觉得。但第二集我有去拍。哦，对哦，对哦，你对上一集的话呢，怎么说，有一点那个，可能偏大意，就是因为跟 CEO 聊啊。对，就是主题的内容多一些，但是第二个是技术，对技术，好玩的东西，对研究的内容，对，就挺有意思的。对，是这样。对对是，哎，有人说。唯一ずっと買い見させてもらって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这是在韩国、韩国的日本人。哦。对、谢谢。谢谢。さ、我刚刚说さき、さきさんかな。待って、合ってるかな、分かんない。
刚刚说我会读韩语。还有多少个字母？有很多很多。韩语啊，啊对了，やった。啊，我会读韩语。微博是我住在这里的地方。啊，中国语课程呢？但我对中文的发音没有信心。是吗？可你中文已经是在日本人当中说的特别好的了。你算好一点了，但是发音没有那么好。对。我如果我日语能达到你中文的水平，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要就是发音好一点吧，可能我没有好好的纠正，对，但是那挺满意的，我也现在这么说出来，说的这么对。我觉得大家都能听懂就很厉害，也挺开心。对，马老师高原发音难说，马老师没去高原，我没去高原，不好意思，第二集没有高原的东西。对对，这华为稍微聊一聊华为吧，华为的话，我们去高原，青藏高原，对，青藏高原大概那个玉树那一块，对对对，所以挺厉害的。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就阿浩，可能啊一直关注我们的人应该知道，阿浩是一直在我们公司的一个摄像师，他平时是身体蛮好，也蛮好，算好吧，他肌肉特别发达，特别多，对对对，但他也有点腻。对，然后一个特别壮的那个徐亮，徐亮是一个话多的一个，他也话挺多的。是啊。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去了那种高的地方，他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结果反而身体更好的人，对，承受不了这个高原反应。对对对，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就是那个内容是第三集的五 G 啊，不对不对，第三集的华为的时候肯定期待。然后这周是华为二集，明天是华为的第二集，然后下周六27号是华为的第三集。然后29，对了吧？大概上一个29，可以说了吧？差不多吧，感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凉山也会在3月底播。对，对，大凉山是一个四川吗？大凉山，四川吧，四川那边的一个山。然后之前说是中国最贫，也不是最，就是比较贫困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拍了那个地方对。对，我看了那个，觉得画面特别有意思，是吧？具体的就不透露，大家可以然后这个东西期待的关注一下。YouTube 也播，然后对，反正我们以后也有很多片子出来，然后希望大家欣赏我们的节目，也这种大片，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对，真的是我很什么呀，就是。很希望很多人喜欢我当时也是因为我住在的理由来的何之梦。 对，我也是何之梦的粉丝之一。 对，我们公司原来粉丝的人挺，原来粉丝什么的，就是因为喜欢我们节目就来的人挺多的，所以很开心。对，好，我们聊聊挺聊到没聊到很多，但一直聊都没有养生之旅只提了一下。对对对，养生之旅啊，还有一个我要预告一下，就是什么来的啊？对，就是我们之前拍养生之旅就这样的一个旅游片嘛，然后旅游片看的人也多，然后就是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会点进来，也可以吸引到就是新的人。这么说太商业嘛？对，所以呢，我们现在策划中的是。日本人来南京玩的一个旅游片，目前考虑的是一个海外，就 YouTube 那边的人，多多看，当然就国内也应该会放，然后我们应该会，怎么说，就是后面有多有，就像中文突然考，有很多新的，对，新的系列或者旅游系列之类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对，然后多多给朋友安利吧，我平时给爸爸妈妈、妹妹安利，上次的话花呗播出之后跟爸爸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跟很多同事啊或者你的朋友好好说一下。因为日本的大学应该对花呗蛮有兴趣。哦，对，我不知道爸爸的推广效果怎么样。结果你爸爸完全忘了这回事情。对，但爸爸妈妈挺厉害的，他们还没日语的字幕还没出来的时候，他们看完了。他们靠着英文字幕。哦，所以对，虽然他们的英文没那么的好，对对对，是这个样子。好。
什么以安利在日本通西群，谢谢。哎呀，真的这样子，真的很感谢。就对我们推广，可能就标题啊、封面这种方面也要努力。那希望大家多多关推广你们的朋友，对，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对，感谢，感谢一下。好，那我们预告了，高了啊！华为的预告已经结束了，还有一个，哇，这个一定要对对，这个大家都很期待的一个东西，对东西。哎呀，有人说了吗？没说，对，有人说创造营，你们有看创造营吗？创造营是日本的一个啊选秀，是不是日本的选秀？是有日本人参加的中国选秀，对。不好意思，说错了，不好意思，对，就是因为。啊，有一共九十个学院，里面有17个日本人吧，就是反正有很多日本人，很多外国人，泰国人也在，对，参加的一个选秀，然后在国内特别特别的火，特别特别，好像日本也挺火的，是吗？嗯，喜欢的人也有。然后我们河畔情报局，河畔情报局，你拿出来这个，对，河畔情报局拍过这个，对，可能有人不知道河畔情报局呢。YouTube 的话，别的账号了，但是我们何之梦制作的一个艺人芸能感艺能信息的一个节目，然后何况也拍了创造，已经拍了6集，然后今天已经播完了，播完了，今天最后一集已经放松了。对，对，那很多内容可能大家错过了，所以大家多多看，因为那个内容呢，其他国内媒体采访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一样，可能我们还是有日的优势吧。对，对，我也去现场那个采访的。对，所以希望大家多多 看或者回复看。对，还有 B 站那边很多人盗版的，希望很盗版，最希望没有人盗，但是如果盗的话，你们好好写一下河畔的名字。对，对，是我的一个愿望，看一下河畔的名字，希望大家多看一下河畔。对，然后我们没有说好中最重要的事情，对，我就也拍了创造片，嗯，创造营的系列。对对，就上周，上周你去了，我去了，我去了。创造营的所有的节目我都参与。对对 对, 对。然后去了的现场，然后拍了他们的一些故事，所以差不多4月的时候播出。所以你们先跟你们有什么喜欢创造营的朋友的话，先说一下。一定要关注。对对，就是说我们播一个创造营的选手的纪录片。纪录片，对。不仅是日本的选手。学员，还有很多很多中国的学员会出来的，对，而且拍到的内容跟你们看到的节目里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对，所以期待一下4月、哦、所以你们先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博、B 站，还有如果在国外的人的话，关注 YouTube， 对，这个一定要，对，对，希望吧。还有什么爱奇艺啊、优酷啊都有的，都会有，都会放，大家可以在多平台关注我们，绝对是值得你们期待的一个。对，对，我也很期待。是吗？对，对，很期待。是不是第二次没去的时候非常可惜？对，有点，对，有点想去海南。对，哎，多关注了，谢谢关注。对啊，然后我先稍微 YouTube 的朋友们说一下 ，YouTube 呢其实有很多平台，一个是何之梦嘛，然后还有一个是河畔情报局，就是刚刚说的拍艺人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叫竹内亮的ここだけの話，叫竹内亮的悄悄话，就这样的一个，就是虽然都是日语，但是去聊一聊中国日本文化差异啊，或者一些他个人的想法啊什么的，以后可能这个东西就我们内容也更丰富了，所以呢，看以后，我说以后，以后更丰富了，现在很少，以后更丰富了。所以希望看 YouTube 的人关注一下我们的竹内亮导演的一个个人号。对对，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对，大家都不知道。对。马友的直播怎么样？对，最后我的直播怎么样？请大家给我打一个分，10分最高，0分最低，请大家为我的第一次直播打个分，谢谢。对，因为现在，那个什么的，老板在那边看着。给他们考评，绩效，对，绩效吗？我怎么一开始没有说呀？有人问，番組は日本語字幕全部ありますか？谢谢打10分的朋友，谢谢这位朋友。
有人十二，看看看看，大家还是挺支持我。190，就怕你骄傲。我是不会骄傲的人，放心。十二，有人说还是十二，十好多。感谢感谢，客观一点。人家讲的是事实，怎么又没意思？有意思是要加奖金了，老板。有直播有奖金吗？哦，我们刚才说直播间是我们的老板，那是实际上是他的妻子，就是。对，萍姐是老板，萍姐是老板，他也是跟我们亮叔也是工具人，对对，一个同一个，对对。有人说日本语字幕があると助かります。对，亮叔账号的话没有字幕，有一点点，对，以后会加油，对，以后会有，对对，悄悄好，悄，摄影师夹鸡腿，夹鸡腿啊，哦，谢谢谢谢，快点给，哦，你们听到亮叔声音吗？有吗？わかんない。哦，日本，你看得懂吗？阿廖さんのリラリラリラケクリラケスリラックスリラックス感がリラックス感がグッドです。リラックス什么意思？就是很放松的感觉，挺好。哦，so，对。啊 ，relax， 哦 ，relax， 哦 ，so 对ですね。今天又学到了个新单词。对对对。有人说什么疫情结束之后想去哪里，现在提问吗？疫情结束的话，我想大家一块儿去北海道团建。北海道团建吗？对，好哎，我做导游。哦，可以。这样子是不是发奖金啊？导游补贴可能会吧。我好想再去一次北海道。对，我也想去北海道。对，希望吧，我希望这一年内可以回到日本。或者我们去日本拍摄吧。对，希望能有机会去到日本拍摄。对 对。希望疫情能够早点结束。对。对，大家那个交流起来能够更加方便。嗯嗯嗯。哎，刚才也有新加坡的粉丝，啊，早く来中国的，就是日语有点，想来中国的。对，确实中国很有意思。中国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嗯嗯，我今年希望能去到。福建泉州，泉州，哦，泉州我去过，嗯，我想去，闽南文化的发源地哦，哦，很想去，对对对，你是想知道那个道教相关的东西吗？哦，好，不是，我想那好像那边的吃的东西不错，哦，吃的东西，吃的东西也有，但是，哎，风景，泉州有一个很有名的山。啊，是吗？叫什么山我给忘了，反正它是个很有名的山，啊，然后有道士在那边练剑。哎，对对，很有意思。哦，那不错，我想去。对对，哎，有人打电话吗？打电话。好，哎，嗯，是谁的？谁的？谁？哎呀，白慧。谁的？白慧，算了，哦，无所谓。我给他关掉，挂掉。嗯，挂掉，挂掉。啊，武当，武夷乡，武夷乡吗？武夷乡那边吗？不是有那个茶叶好喝的那个。嗯，好，哇，今天聊到九点半了，那我们差不多了。差不多。啊，真的感谢这个你们的什么周五晚上这个时间观看我们直播，对。嗯，然后你有什么？不好意思，我一直讲话。你想跟大家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说的，只希望大家对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虽然下一周我不知道还在不在，也希望第一次直播大家没有特别快的退出直播间，我已经非常感激。对对，谢谢。以后我们也想想一些直播的系列或者计划之类的，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希望可以私信给我们。对。想看怎么样的直播的内容？对对，可以私信给我们建议。可以让马老师化妆啊，化妆就不要了吧？为什么要化妆啊？好奇怪啊！希望大家啊多多支持我们节目，我们也会好好努力。对吧？对对啊，这个One Piece是那个淘宝买的，有人问。对，好，那今天差不多了。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然后也关注我们的微博、公众号，还有什么今日头条、抖音，日本的话 Twitter、Facebook， 还有 YouTube，嗯，对，全说完，还有 Ins，Instagram， 对，
好，那下周拜拜了。拜拜。拜拜，可能下周见或者什么时候见。拜拜。拜拜，谢谢。啊，拜拜，那个微博。拜拜，微博的朋友们。然后这个是拜拜，哔哩哔哩的朋友们。然后啊，谢谢贤弟，快乐，谢谢。拜拜。YouTube 拜拜，那 YouTube 关一下。どこで切るんだ？あれどこで切るんだ？あ、这个。これ。はい。确定。OK。OK。